在台湾这块土地，不管经过几代人，经过几甲子，这群人用心坚持传承顶一代的手艺，用上顶尖的精神点点啊做，这就是台湾上水的所在。大家的掌声发给我们厂商的笑容和服务人员。其实它是我们的
伫个台湾即块土地，不管经过几代人，经过几甲子，即阵人用心坚持，传承顶一代的手艺，用上顶尖的精神点点啊做，这就是台湾上水的所在。